欢迎收睇多伦多电视。今日我哋嘉宾咧就系 Dr. Vivian Poy， 咁佢咧就系加拿大前任参议员。Dr. Vivian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咁啊，我就知道你系香港出世噶。咁啊，可唔可以讲下你移民加拿大前向香港嗰个情况点样样咧？咁，我喺香港1941年出世，香港未沦陷前几个月我出世，咁样到。香港投降咗咧，我哋成家就去中國去我哋走難啦，即係4年喺中國，咁啊4、5年打完仗，我哋就翻去香港。咁我一路喺香港大。咁你講話你係五八五九年嚟加拿大啊？咁你即系年轻嘅时间，即系在上香港。咁香港当时嘅情况点嘅样？因为对于一般我哋啲香港人，可能都唔系好知当时香港点嘅样。当时嘅俾你印象系咩咧？香港系五几年啊？香港你喺香港时间系啊？香港系啊，当系好细嘅地方，冇人香港嘅。咁样同埋即系香港唔系话好紧要，唔系好重要嘅地方咧。咁我渔村嚟嘅，我嚟吓，系一个 village， 一个 fishing village 嚟嘅，系咪？五几年就唔系 fishing village， 五几年咧，但系咧嗰时冇乜嘢嘅，真系冇乜嘢。咁样，我哋嗰阵时又冇隧道啦，过海都要坐嗰啲叫做 walla。即系架车要车落只船，然后先可以过海噶。咁啊，去九龙咧就好大件事噶啦。Okay, 我哋如果你去咧就成日噶啦，朝早去就晚黑先翻咁，因为要排队啊嘛，上嗰啲船。咁啊，所以香港同而家就完全唔同。所以我初嚟加拿大读书1959年嚟嗰阵时咧，冇人知道香港喺边嘅。Okay.我喺 resident 嗰啲女仔问我，佢话你喺边处嚟噶？个即系有好多啲人都喺第或者系第个埠嚟咧。近时啲加拿大人都好少出国噶。咁样佢哋就咁我话香港，佢话香港喺边噶？香港系乜嘢嚟噶？咁佢哋都唔知道。嗰时五几年喎。但系今日嚟讲，香港就即系全世界人都知道啦，咁吓。系呀，到差不多都要8几年嗰阵时，全世界先知。咁样嗰阵时咧，就香港就紧要一啲，即系喺个地位大好多，高好多啦。嗰阵时，通常有啲人就话，对于即系故乡或者你自己嘅地出生地咧，有啲好深刻印象。咁香港俾你有啲咩深刻印象咧？或者你特别记得起嘅咧？其实。香港是我家嘛，樣所以我時時都即係時時都記得喺香港細個嗰陣時出世啊，咁即係我即係好多好好嘅印象喺香港。O K， 好多童家日，好多童年回憶，係好多又好似而家咁，近時冇咁逼人噶嘛。而家要排队啊，铜锣湾即系插针不入啊嘛，系啊，咁你系嚟加拿大边度读书啊？同埋读咩咁？当时我嚟加拿大读历史嘅，喺麦吉奥，咁啊到麦吉奥嗰时，因为我喺宿舍住咧，咁啊好少，唔止系宿舍，得好似系嗰阵时几个女仔，华人女仔。咁啊，全間大學咧，華人計埋男仔都係好少嘅，好少好少，因為嗰陣時冇 international student。咁樣我哋個個俾學校學費咧，就係同加拿大啲學生一樣。咁啊，即係變咗好平嘅，其實。係。咁你係你個 family， 你係第一個嚟加拿大，係咪？用學生身份，會唔會唔習慣或者唔適應咧？其實。唔会，因为咧，我好细就已经识英文噶啦。因为我爸爸妈妈咧就，因为佢哋如果佢哋想讲嘢，唔想啲工人知咧，
佢哋就梗系转英文噶，唔用广东话。咁啊，所以我由细到大都听惯。咁啊，后尾我未嚟加拿大之前，我喺英国读咗两年。OK。咁就所以即系我唔觉一啲都唔觉得惯，唔惯嘅。点解唔留喺英国嚟咗加拿大咧？因为我唔中意英国嗰啲 boarding school。咁我要翻去香港，拉尾嗰一年即系 Upper Six 咧，我就喺香港翻去喺香港嗰个圣保罗男女校去读，我好中意嗰间学校嘅。OK， 我而家咧好多好多朋友就系由小学嗰阵时一齐上嘅，我哋时时喺多伦多都见嘅。同埋一齊食點心啊！咁我哋即係我有啲朋友由三年班開始，就係做朋友噶啦，一路至到而家。到而家都仲有聯繫。係，時都有聯繫，時都有。好難得啊！上次話你話你喺麥基度讀歷史啊，咁畢業之後讀做咩？第一份工做乜嘢？我卒之都我預備嗱，我中意就讀歷史。咁樣我知道我媽媽咧就好想我讀 law 嘅，但係咧，因為我喺大學嗰陣時，我同 Neville 已經開始，因為佢嗰陣時佢讀緊醫，我入去大學嗰陣時，佢就喺讀醫第最 last year 年，咁樣咧，反而我讀完就冇再，我會一路繼續讀噶嘛。如果唔就係、是、我，因為我結咗婚，所以就冇繼續。我本来咧就系想系去喺图书馆，我中意我好中意书嘅，我系预备读个叫做 library science， 系咁样我已经收咗我噶啦，读个master of library science， 后尾咧就因为结咗婚就一路冇读。OK， 咁就凑即系凑细佬啊或者 family 嘅嘢咁啊。后尾咧即系几年咧就。有細佬哥，咁啊湊細佬哥，咁啊佢自己又最細個仔，第三個仔，五歲嗰陣時佢讀成日讀書去翻學成日咧，我就自己翻去又再讀過啦。OK， 咁但係我知道你亦都做過 fashion design 喎，咁點解會做呢行咧？其實因為我好中意藝術。我好中意畫畫，咁啊好細之前，好細個，我未識讀書，我就已經畫畫噶啦。我中意畫水彩畫，咁啊又跟過啲畫家咧喺香港去，我好中意，我中意到咧，我暑假咧，我日日都去學畫畫噶。朝一早起身就去学画画，咁我喺我房咧就有张书台就读书嘅，有一张画画台就嗰啲画咧就成日都喺树嘅，一得闲我就画画，所以我从来咧我其实我即系、就是、我妈妈爸爸咧就完全唔使点样挂住我，我成日都喺屋企嘅，我都喺度画画。你好多嘢 occupy， 即系唔需要 take care。唔使担心啊！咁你有读过 fashion design 系嘛？系我读咗嗰阵时咧，我喺去 Seneca 就系三年 full time， 但系咧佢冇 degree 嘅，净系个 diploma 咁。咁我就攞咗个 diploma。OK， 咁样就自己出嚟做 design。咁样因为我后尾去即系 knitwear， 我就买做 knitwear。点解咧？就因为我毕业嗰时，我唔止系自己好中意啊，同埋好特有high， 即系叫做 high honors， 即是好似magna cum laude 咁，就系、是、in knitwear。咁样，所以我觉得或者我应该向嗰边行。OK， 咁样嗰阵时就自己出嚟做。即系有你自己嘅 label， 有你自己嘅吓。人咁嗰阵时，你啲产品边度卖啊？啲衫边度卖？我周围都有得卖。Okay. 全个北美啦，成个加拿大，成个美国。咁同埋去日本嗰时有好多啲我哋啲加拿大嗰啲即系 knit design 嘅。咁样佢有个。
我記得有個 salesman 嚟我個 boutique 嗰度，因為我有 wholesale 同 retail 嘛，咁樣我有好多 sales rep 噶，咁樣嗰個日本人咧，佢就每一個 season 嚟買咗咧，佢直情即係嚟我個鋪頭雪訂，咁咧然後咧就佢運去日本然後賣噶，而好多年都係咁。咁嗱，你又做 design 咁你 manufacturing 都喺加拿大咯，系完咪？全系手做嘅，哦，完全系加拿大做，喺多伦多，我有好多人同我织嘢嘅，哦织衫，OK，同埋勾衫，系。好多好多，咁样咧就样样喺呢处做，因为咧，因为我啲细佬哥仲细，我就唔想 mass production，OK，因为有啲厂。好似喺香港問過我，想唔想喺嗰度即係做 mass production？咁樣我點樣行得開咧？係咪？我有個先生又我先生又喺樹做嘢，我三個細佬哥又細，咁我就想行開。同埋我中意做特別啲嘅嘢，即使因為咧個人嚟知道呢個係加拿大嘅出品，係加拿大 design 同埋加拿大出品嘅嚟㗎。OK，就全人手做嘅，hand 系手 test 做嘅，手做。OK，good。咁做咗几耐啊？后尾而家我相信就冇再做 fashion。冇，做咗14年。14年，OK。后尾即系我数翻系啱啱系14年，因为到第差唔多第13年嗰时，我就开始想读翻书，咁啊，嗰时我已经开始写头一本书啦，我又中意 research，咁我谂下，OK，应该翻去读书，因为我本来初初想翻去学校嗰时咧，我觉得嗰时去graduate school 唔系好适合，咁我就中意做 fashion design，后尾咧我觉得咧我想去 graduate school，咁样所以咧。我就刪咗我間公司，因為咧喺我名喺樹咁啊，我唔可以賣我自己嘅名噶嘛，係嘛？唔係，係因為你賣出去咁，變咗嗰度唔係 moving point 咁咪就弊，係咪？人哋做得唔好，你咪弊，係係咪？咁就 keep 翻個名嗰度啊。係咁咧，呀，啊，OK。咁你 master 讀咩㗎？你係又係讀歷史，一讀歷史，OK。PhD 又係歷史，因為我好中意歷史嘅。係，OK。啊。咁你我都聽過，即係好多人講就話，你要懂政治，你一定要讀歷史，係咪？即係你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咁你讀咁，即係話你話你一路都係讀歷史，有啲咩得着咧？Any inspiration 咧？有冇嚇？哦，因为你读历史学到好多嘢噶嘛，咁样即系我觉得我唔系话行政嗰度，因为我总理嗰时咧，我完全同政治冇关系嘅，我净系喺即系同社会社区做嘢嘅啫。所以我觉得好出奇，点解会收到呢个电话，佢会委任我。但系即系我觉得咧，好彩咧，因为我读历史咧，就变咗好有用喺政治嗰方面。同埋咧，我做咩咧？我因为我识 research 啊嘛，咁 research 嗰度好紧要嘅，系咪啊？尤其是譬如你演讲咁，都系你唔可以乱讲嘢噶嘛，系咪？咁咪，我再 ask 翻啲 question 啊，少少，就话你系读历史，咁点解你会做到即系 senator 咧？有啲咩 story 可以 sharing 咧？咁？我觉得读历史就同即系喺政治嗰方面好有用。譬如我演讲，我一定要识自己点样 research，要讲啲嘢要好啱，要知道自己要应该旧阵时喺加拿大有啲咩情况系过咗，而家应该系点样可以即系可以修改或者等佢好啲咁。所以咧。我因为我读紧PhD 嗰阵时，咁样就嗰阵时我做咗 senator 啊嘛，咁样我就我所以我写个我个论文，写关于加拿大移民嘅论文，
即系我觉得咧，嗰度好有用，好有用。O、okay. K， 我自己学到好多嘢。系，咁你有冇深究过谂过点解总理会邀请你出任 senator 咧？其实我自己边个 appoint 你有时系？Christian，Christian，O K，yeah yeah， 我自己好出奇，因为我完全唔识佢，我未见过佢嘅，咁样所以我。后尾我问啲人，同埋我自己呢做个 M P 啊，咁哦，佢话好多人都系陪即系挤你个名字出嚟，咁啊我谂有第啲名嘅，咁点解揾到我咧？我都唔知道，到今日我都唔知道，因为我唔识佢噶，咁即系佢要喺 National National Caucus 嗰阵时。因為我初初到咧，咁佢要介紹我噶嘛，咁樣要人哋要介紹我俾個總理，然後佢先可以介紹我，因為我未見過佢。哦，咁對一般市民嚟講，其實都唔係好知 senator 係做啲乜嘢，你可唔可以即係簡單同你講下，即係嚇？senator 咧同 MP 一樣，即系我有啲要用英文讲啊。O、okay, K， 好 ，that's fine。咁样如果系有啲咩 bill 系要一定要 pass 两个即系两个 chamber 咧。你如果喺 Senate 你可以有喺嗰度通过咧，就一定要去 House of Commons。如果喺 House of Commons 嗰啲 bill 咧，一定要去 Senate。咁即系做嘢系一样，净系咧。我哋嗰陣時咧，就係你做senator 就係總理委任，你House of Commons 就係即係公民嚟嘅，係 election 嘅，係咁樣分別。同埋咧喺 Senate 嗱，而家轉咗好多啦，而家完全唔同。即係舊陣時咧，你一做咗 senator 咧，你就你最紧最，我觉得最紧要咧，就系你想做乜都得，你想讲咩都得，就嗰个一个 political party 唔可以管住你。Okay. 你要 vote against 你自己个 party 都得，你唔 vote 又得，即系佢唔可以话哦，你唔即系你 party line 要 follow party line， 系啊，咁你就要走啦。咁喺 House of Commons 你就即刻冇得做噶啦。OK，Senator 喺 Senator 完全唔同，喺嗰样，嗰样我好入好好，咁样即系你要讲嗰啲嘢就讲，你要做嗰啲嘢就做，系咁样，即系可以话个 party 话哦，我哋要做，你要咁样做，你唔肯咧，你就要走啦咁。Non-partisan 啊，即系比较 neutral 啲。可以 non-partisan， 因为嗰样对我咧就最好。嗯，因为我自己个人好。即系我好啲嘢好，即系有个 principle， 有自己有个吓。我觉得边样系啱就应该咁样做咁。OK， 因为 senator suppose 应该 lifetime 嘅 appointment 系咪？系冇得炒鱿嘅，冇得炒鱿鱼。唔系 lifetime，我喺树嗰阵时咧就系至75岁。但系我早咗走，我觉得14年啊乜都够啦。OK。咁样多数咧就系你75岁生日嗰日，你就系你要走咗啦，就系嗰日走。咁我71我就已经退休了。OK， 即系你主动放弃咗呢个荣誉啊，咁又去追求另一个目标系咪？因为我觉得有好多嘢我都想做自己嘅嘢，咁我唔想不如做咗14年乜都够啦，等第二个人做啦。是不是？明白。我知道即在你在任内推了一个 Asian Heritage Month， 为什么会有这个 idea 出现呢？其实是。因为我去初初收到总理的 office 的电话，那个叫做 Appointments Officer， 他打电话来给我，他就说，他说 You've made history， 他说从来在加拿大没有一个亚裔嘅人係即係俾委任係做 senator， 咁樣就我覺得點解咧？已經亞裔人喺加拿大已經百噶啦，尤其是華人係咪啊？咁樣點解會
咁耐都冇嗌嘅人喺树，咁样后尾咧我就知道一入咗去个参议院，我知道 Black 有 Black History Month 嗰阵时，但系冇人提过，完全冇人提Asian Heritage。咁我后尾我谂下唔得啦，一定因为个联邦政府咧，好似你啲阿裔人系喺树已经几百年，你哋个个都系好好公民嚟噶，我哋唔使理你噶啦。咁样即系我觉得，即系我觉得我哋系 invisible。invisible、yeah.。咁所以咧，就一定要有呢个阿裔传统月，有呢个月咧，就等个个人都知道我哋喺树，我哋做咗乜嘢出嚟，系咪？尤其是唔系净系现代，我哋而家做紧咩？好幾百年前都是我們可以即是在加拿大貢獻了很多。OK, 同意啊。但是對我所知即是你這個 Asian Heritage Month 推得很成功，在全國都有不同的慶祝活動。但是其實一直以來都是沒有政府的 official funding 的。是不是即有有有有有因为呢、我个 promotion 通过是2001年12月、到第二年呢我就即刻Canadian Heritage 讲、okay. 我说一定要在他的 website, 那时没有的、只是如果你是黑人就有阿裔人就没有。这样真的要、直情要我们要跟他们尤其是我的 office,他们做很多事情一定要他们挤。那我好彩呢那时 ,Sheila Copps,、是 Heritage Minister, 我呢我一到 Senate 那时我就找一些我知道哪个人可以跟我合作可以帮我做事哪个不得。那样 Sheila 呢就我跟他做了即是好朋友。Okay. 那样呢就我做很多事情即是他知道我又是即是我是很serious 嘅人，我一定要做嗰样嘅，我就做。咁样佢佢都好。如果系第二个咧，或者冇咁成功。到2002年五月咧，就头一次个联邦政府庆祝阿裔传统月。就同埋我哋我有其中一个系签名。是那个 Declaration of Asian Heritage、okay. in Canada、咁样由嗰阵时开始就系、因为你有一张相系我啱啱我签噶，佢哋有多两个阿裔人喺嗰度咧，佢哋就其实冇做嘢噶，佢哋即系要有翻多啲阿裔人喺树，所以即系多几个相咧做样，即系 Sheila 知道系咪系我做晒嘅，咁样就由嗰阵时开始，每一年五月都有好大嘅 celebration 嘅。OK， 明白。好，咁啊，唔系，其余嗰啲政府好多都有 funding 嘅。系。而家喺呢度，阿裔传统月嗰啲庆祝都系都有联邦 funding 嘅。OK， 嗱就只系问题，你识唔识得申请，同边度申请咁解啫，呀？我唔使我做申请。我知道唔系你，哇！佢哋想喺亚裔文化月入边做一啲活动嘅话，咁佢哋就要揾啱，譬如揾 heritage 啊，揾即系深入政府去做啊。但系咧，即系最紧要就系我头一步同联邦政府开咗个头，系啦。一定要系唔可以让人自己做，同埋咧一嗰阵时由2002年开始咧，我就。因为我时时成个国周围去咁啊，好多人，尤其是系亚裔嗰啲社区啊，咁佢哋时时请我去，即系唔系净系华人，乜嘢亚裔人都有。咁样咧，我就叫佢哋开始佢哋啲项庆祝，由嗰2002年开始咧，就好多个城市都有。咁啊，一路越嚟越多，变咗。咁啊，我知道你都你有个 family 有三个仔啊，系咪有一次有一个 operation 你系捐咗个肾俾你个其中一个仔嘅，系咪可以讲讲呢样？我觉得呢样系好好
我 rephrase 我 question 啦 ，OK， 係咪 ？Yeah， OK， 你一個 mom， 咁當然你好錫啲仔女啊，係咪？咁當你有個仔出咗事嘅話，你點樣去幫佢咧？咁哦，我可以，即係我要經過個頭一樣，我想俾一個神俾佢，咁咧就依咧就要樣樣同你嘅即係testing 咧，有好多嘢要 testing 嘅，你嘅身體，你唔係身體好好，佢唔會俾你捐個腎嘅，咁樣就個 testing 乜嘢都 test 過曬，所以我知道我自己身體好好就係咁，咁樣就然後即差不多都做咗一年啦，然後佢先肯做個 operation， 先做 operation， 嗯，都咁嘅。如果係即呢個叫做life donor，你推個 donor 入去個靜脈，一攞咗出嚟就嗰、那個即係個recipient 就即刻擠落個 recipient 嗰度， okay。 所以咧就即係呢個係最好嘅即係嘅 donation 啦，即係叫做 live donation， 我叫 live transplant， 即係話 OK， 中文係啦，咁。即係呢個其實顯示到即係做母親嘅大愛係咪咧？咁講即係嚇嚇。係呀，咁你梗係想自己有做到咁多就係做咁多啦嘛，係咪？呀，所以即係我啲細佬哥細嗰陣時咧，我從來冇請工人湊佢哋噶。即係我自己細個就係工人湊嘅，我啲仔咧我唔俾人湊嘅，因為我覺得我係即係最適合係媽媽係最適合。打理佢哋，所以一路样样，所以我同啲仔好亲嘅。嗯哼，呢种 bonding 好紧要啊，真系。即系由细到大啊嘛，系咪啊？咁啊，有啲咩咧？有啲咩梗系嚟问妈妈。咁啊，同埋即系我觉得呢样系好紧要。我即系我觉得你，譬如你喺出边请个人嚟凑你啲细佬哥，冇法子请到系真系咁好嘅。系咪啊？始终都系即系外人系吓，系咁我都知道你同即系多大有好多联系嘅，讲讲你同多大嘅关系好嘛？我读完 McGill 就Master 同埋 PhD 都喺多大读噶，但系我未开始，等我谂下吓，我未开始翻去多大读。個 masters 嗰陣時咧，我就已經喺個佢哋，因為我喺社區做好多嘢，咁樣即係人哋識我，同埋咁樣我已經喺 governing council， 但係我係喺 governing council 一年啫，咁樣我話唔得啦，我話我要喺嗰度退咗休，我要翻去讀書做翻學生，咁啊由即係好由嗰陣時已經即係我未翻去讀書嗰陣時已經同多大有關係。咁啊喺嗰度，梗係即係讀完就完重大關係啦，係咪啊？咁樣尤其是喺，因為我哋喺多倫多住，咁樣呢間又係多倫多最即係最老嘅大學，最有名嘅大學，咁啊二零零，等我諗下嚇，2003年就佢哋嗰個叫做咩啊？College of Electors 就有人提咗我个名字，就我选咗，佢哋系选举嘅，选咗出嚟做 Chancellor。Chancellor， 呀，叫做名誉校长系嘛？名誉校长，呀，做咗几耐啊？咁个呢个，我净系做咗一个 term， 一个 term 系三年。因为嗰时我仲系喺参议院做，咁样咧好忙，真系忙到咧，真系冇得唞噶。我由星期一至星期四晚系就喺Ottawa，渥太华。咁样一翻嚟咧就同大学做嘢，有时我一叫做有喺参议院有 break， 我哋即系有 break 放假啦，系啦。又系同多伦多去周围去同佢哋做，
咁啊就我覺得我話一個 term 乜都夠啦，好，我因為我太攰得滯，即係要再任事做到最好，咁啊係啦，任就係咯，即係做得最緊要係做得好，係咪？係啦，你一係就唔好做，咁樣如果我覺得我自己太攰，真係唔好啦，唔咁樣我就係一個 term 就乜都夠，因為你淨係可以做兩個 term。兩個 term 就係六年，一個 term 係三年。即係類似一個 term 就乜都夠。即係美國總統嗰啲兩個 term 咁啊，係咁嗱，因為你香港嚟，我都香港嚟啦。咁大家都知道，即係李氏家族喺香港係即係一個名門望族啦，亦都好多 establishment 啦。咁我想問就話，李氏家族喺加拿大有冇即係嗰個同加拿大嘅 link， 或者有啲咩 establishment 可以分享下咧咁？我知道起码最简单，起码有个 library 系咪？有个出差。yeah， 即系除咗系 library 咧，有好多嘢咧，即系我系帮帮 establish 都系挤我爸爸名噶， okay。 因为咧我爸爸一生咧，佢就好中意帮人，同埋帮香港大学、喺中文大学咁，咁啊，但系咧佢从来唔用自己名噶， okay。 所以咧我觉得，因为佢从来唔用自己名。咁樣變咗，即係而家個女咧做呢啲嘢應該仔爸爸名，係咪？係，即係我哋呢啲係中國傳統嚟噶嘛。嗯哼，我淨係知道咧喺香港大學有一間宿舍就係叫做 Lee R.C. Lee Hall。咁我就話點解會有一間係我爸爸個名嘅咧？嗯哼，咁我知道我爸爸唔會一定佢捐幾多錢佢都唔會擠自己名。咁樣我就揾出，因為我爸爸最細個細佬，我第七我個七叔係佢捐錢就擠落個大哥個名嘅。哦，所以有一間宿舍就係叫做阿斯利康喺港大。港大度。Yeah。 咁喺加拿大就淨係得一個 Richard Charles Lee 香港 Library， 應該當時會有呢個 Library 會用呢個名命名嘅呢個 Canada Hong Kong Library 咧，呢個因為佢有最大嘅 Hong Kong collection， 係邊個開始咧？就係Peter Young， 佢移民嚟嗰陣時咧，佢近時喺港大嘅圖書館做嘅，咁樣佢有好多港大嘅圖書館嗰啲書咧，佢就搬咗嚟呢度，咁啊。喺咁咁啊！嗰陣時開始，我點樣識Peter Young 咧？就係我自己做research 嗰陣時，我就識咗佢，因為我頭一本書就係寫我個阿爺，即係我哋離家咁樣，我一定要有好多 research 啊嘛。咁樣係嗰陣時我識佢，咁啊我覺得呢樣係好有意思。如果唔係。即係轉咗後尾係做咗叫做明澤軒，咁啊，然後轉做個轉咗做 library， 因為咧，如果唔係咧，就俾第啲 department， 即係喺多大嗰啲 department， 俾佢哋冚爛啲書就冇咗噶啦，收咗。哦，咁樣就即係變咗好嘥。我哋反而咧而家變咗喺除咗香港之外咧。這個圖書館是最多東西是關於香港，是關於香港人，還有加拿大的華人。OK， 是的。Yeah。 另外，剛才你說了很多 role， Mother， Fashion Designer， Senator， 你還有一個 role 是 Writer， 你出過幾本書其實？好似唔知七八本啦。Okay。 有啲咧就即系我好中意写嘢噶，因为我好中意古仔。我好中意古仔就，所以因为我读，所以我中意读历史啊嘛。历史系但系唔系话作出嚟嗰啲古仔，系真嘅人。真嘅人生嗰啲古仔，咁我好中意，咁我好中意写书。O K， 咁你都提过你写过你哋嘅李氏家族嘅历史啦。咁响做 research 去写呢本书嘅时候，有冇咩困难？同埋点搵到啲以往咁耐嘅资料搵翻出嚟咧？其实
有冇啲咩 wing？除咗係香港嗰啲資料咧，我喺即係我哋鄉下都有噶嘛。我翻過鄉下好多次噶。OK。咁啊，鄉下即係問啲鄉下人啊，咁同埋咧，我就同家人講啦，有啲咩親戚啊，咁樣好彩寫書嗰陣時咧，仲有啲即係前一輩嗰啲屋企人仲喺。而家太遲噶啦，個個已經去曬啦。咁樣亦咁樣，因為屋企咧就我有一個叔，第四個叔咧，佢就。又是很喜歡歷史，他又很喜歡即是那些即是 museum 那些，即是他是 collector 來的。Okay. 這樣呢，他就好彩有他在說，屋企有很多東西是他收藏了。Oh. 那因為他喜歡我有興趣，我要寫東西，我要即是啲資料，那有他有很多東西交了給我。Okay. Yeah. 因為除了口述之外，都要靠一些實物的認證。一定要，因為如果我想寫即係我哋家族嗰啲，即係好似喺銅鑼灣嗰啲我嘅前我阿爺買開啲嗰啲地咧，你冇契唔得噶嘛，係咪？一定要一定要有噶嘛，係咪？咁有好多舊陣時嗰啲，我係咪喺曬我説 ？OK， 一磚一瓦，可能一件古董都係可以，即係 tell a story 係咪先？係咯。因為咧，如果唔係，因為如果我唔寫咧，好少人去揾呢抄呢啲嘢噶嘛，係咪啊？咁你要寫多人哋咁樣等第啲，即係第啲家人啊。如果佢哋有興趣，佢哋睇都容易一啲啊。嗯哼，嗯，咁你嗱，作為一個即係名門望族，暫用呢個名先啦嘅後人咁啊，咁有冇啲壓力要即係 carry 嗰個家族嗰個即係個 fat 一路咁發展出去咧？其實？我在加拿大不需要的，等在香港那些親戚等他們做，因為都是現在我們家都是在香港有很多地產啊那些生意嘛，那就等他們打來咯，不需要我，我在以前做我喜歡做那些人，因為其實一個家族不單止即係地產或者商業，可能都係同一個地方嗰個發展，即係嗰個 contribution 好有關係。首先講就係因為尤其是我爸爸嗰陣時，因為佢自己喺個社會同埋政府，同埋即係嗰陣時係colonial government 咧，但係佢因為佢個個人都識嘅，所以咧有啲咩需要做咧，就變咗容易好多。如果你識人，係咪啊？你做嘢容易啊嘛，咁樣好似嗰個頭一條隧道喺香港嗰條隧道，又係因為我記得佢都講過我哋聽好多次，點樣佢話唔得嘅，因為我哋近時真係要去排隊上嗰啲船，真係過海都咁難。咁啊初初政府話要起棟橋，咁啊搞嚟搞去都搞唔掂，你知香港成日打風噶嘛，係咪？咁啊，誒棟橋就起橋冇咁好。咁我爸爸，因為我爸爸係工程師嚟噶嘛，佢係 civil engineer， 咁樣佢好識呢啲嘢。佢話一定要隧道，咁啊佢就同佢就因為佢歐洲人啊好多，即係好似Maersk Line， 即係嗰個船公司咧，嗰個老闆佢同佢話又係好熟，同好多啲西人都好熟。咁啊佢揾咗幾個朋友，佢話。他哋要做，咁啊初初政府佢話那個 colonial government 佢話唔得噶，唔好做。咁樣我記得有一年我一早已經嚟咗呢度啦，咁我爸爸媽媽嚟探我哋，咁我爸爸話佢話香港政府初初話唔肯擠錢落去啦，咁樣後尾佢哋揾到法國。個政府佢哋要投資，咁啊香港政府即刻話唔係我哋做咁樣做，有個壓力咁去到，就頭一條嗰陣時，因為我同我個堂阿哥李漢超，我唔知你應該識佢啊，聽過下呀 ，OK， 李漢超佢係即係我哋呢度係最大係佢咧，佢係個大哥咧，我哋咁樣。佢話：，唉，佢話嗰陣時起嗰個隧道，佢話
系好艰难嗰阵时，即系由工程嗰方面，因为冇而家咁识咁多嘢啊嘛吓。嗰阵时唔系话咁容易起，咁样佢话而家，佢话而家又多咗，又西道，又系咪东，系咪有东隧有西隧几隧？佢话而家好似煲鸭汤都咁容易啊！佢话而家要起隧道，佢话嗰阵时唔系咁容易，因为佢喺美国。读完书在美国做过嘢，咁样后尾我爸爸同啲阿叔叫佢翻嚟屋企帮嘅，所以佢又翻咗香港帮。佢而家已经九十几啦，仲系好好。佢翻去美国呀。你哋家族如果坐齐影张集体相，会有几多人啊？唉，我抌1000人都有啊。好多人嘅，系都分散喺世界各地啊，系可能系咯，全个世界都有咯。系啊，咁我哋对上一次大聚会系几时啊？上一次大聚会就系2018年年尾到2019年，咁啊2018嗰阵时咧，我个阿爺。那間公司，因為而家仲有噶嘛，咁間公司就95周年，紀念。咁我係我提出嚟，我話我哋一定要好彩嗰陣時做啫，因為嗰陣時未有 COVID 啊嘛。而家就想同埋都唔得啊，係咪？咁樣係即係我做話要 organize， 咁我做咗好多嘢 organize。咁樣我哋唔係話即係。每一宅都有人翻，就唔系话好多人翻，但系我哋都两架巴士去中国，因为我话一定要去翻去乡下。我系好，因为我中意历史，所以我觉得啲我哋啲前辈嗰啲人好紧要嘅。咁我哋又即系翻去拜山啊！咁我喺马爷啲山，其实翻山坟喺香港，但系。我时时我翻过去好多次噶啦，好几次。咁所以喺乡下嗰啲即系，识你，个个都错噶，个个都识。咁样，咁啊，即系好彩嗰年去过咧。系。我哋到出年就100周年啦。哦。咁样，出年搞唔搞得掂咧，我就唔知啦，因为唔一定唔会我做。系。等啲后生啲嗰啲做。咁样，但系而家睇下 COVID 点啦。嗯哼，咁啊系，唔计你乡下喺边度啊？你乡下系？我哋初就系开平， okay. 然后我因为我个太公，喺开平出世，佢就去金山，嗰阵时去 San Francisco 啦，去金山，咁啊，佢就带埋我阿爷去，我阿爷系第二仔，佢就唔知好似佢十唔知或者十岁嘢话咩啦，带埋佢去，所以我阿爷喺金山就学咗英文嘅。Okay. 咁样后尾即係佢唔係去掘金嘅，你知道唐人唔俾你掘金㗎嘛，係咪？咁样佢喺 San Francisco 就喺个 cigar store 做，即係我泰国。咁佢好到钱，咁佢喺嗰度几年呢就返去中国。咁样佢就搬咗我哋佢嗰宅呢，就喺新会就买咗啲田，买啲地。Okay.喺嗰度，佢話因為嗰度啲土地係肥啲，就即係種嘢好啲，咁樣，所以咧，我哋就有兩條村。我時都話開平同新會兩條，我哋每一次翻去兩度都去嘅，兩度都去，即係兩個鄉下變咗係。兩個鄉下，嗰時都話我哋有兩個鄉下，咁樣我媽媽咧就係客家嘅，咁我媽媽個客家佢係河伯橋，我嗰度都。带过我屋企人去过嘅。哦，哦，我都系客家嘅，系梅县。你都系客家，系我客家，翻过一次乡下咁多。我都系翻过一次，咁样即系我，因为我带过我自己屋企人翻去，咁样我问过我啲，即系我妈妈嗰边啲亲戚，我话你哋边个想翻，或者我哋可以一班人翻，乜唔够人啊？唔夠人想，我又無謂，我自己又自己再去啦，係咪？呀呀，真係 ，OK。咁啊，今日傾得好開心。咁我最後一個問題就係話， yeah. 作為一個即係、就是、大家族，咁你爸爸對你有冇咩期望？咁相對地，你亦都對你嘅下一代有咩期望咧？咁
我知道我爸爸对我咧或者冇期望，因为咧我系女啊嘛，尤其是系细女啊嘛，咁啊我做乜都得，咁啊最好啦，冇 strength 系啦，咁啊就我话最好最好就系冇人理我，因为嗱我细个嗰阵时我又冇，即系我从来冇 problem 噶俾我爸爸爸爸。Okay. 因为我喜欢画画，住在家里，我又读书又读得好，那就没 problem 啦，那他就由我做啦，不需要担心你啊，真的是。我觉得我们的仔都是最重要最重要，但是他们要自己做自己喜欢的东西。Okay. 因为你不可以监的，你一监的，就算他肯读到做到，佢一世唔會做嘅，因為我喺屋企，我哋自己屋企親戚我都見過嘅。讀完咁啊點啫？佢唔用咁啊冇用咯，係咪？咁啊變咗唔開心咯。最緊要你自己係咪？我都唔想人哋要逼我做咩。係咪？就係咁，但係好多時一啲家族好，其實每個都有啲框框，係咪有個 model 會框住你？你要身子屬女或 whatever 咁啊？In closing, 作為一個香港人，移民加拿大，現在 integrate 咗入加拿大個社會入邊啦，咁有咩分享下咧？咁，我覺得其實我哋好好彩，做咗加拿大人，因為加拿大咧，我自己時時都諗過，唔係話。即是我哋加拿大叫做 middle power， 最好咧就系 middle power。你啲公民可以舒舒服服，但你唔使成日去要同人争，即系好似美国咁，美国成日要第一嘅，咁你就难啦，系咪啊？我哋唔需要第一，我哋求其个个开开心心，个个公民，最紧要我哋个个即系样样要。最重要是和平。Okay. 我覺得所以呢我覺得我們很好彩在這處。樣我就即係照我時時係咁睇，同埋我啲後裔都係，我哋係加拿大人，但係呢我哋覺即係我哋就即係好 proud of 我自己嘅傳統。我哋嘅傳統係好緊要。咁啊，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好高兴同你倾到偈吓。咁啊，希望将来有机会我哋再分享，好嘛 ？OK， 好。咁啊，因为 pandemic 仲未过，希望大家 safe and healthy，all right， 平安健康。好 ，OK， 好，多谢你，拜拜，拜拜。